这一件呢，磅数极佳。然后呢，你一定要先买起来。我呢，像天气变凉，我就这样 one piece 就走了。它不是整个宽的，我们现在是修身的。好，那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料子，就是这个螺纹面料，薄款的螺纹面料，有磅数的穿起来气长度非常的够，有磅数的穿起来不会就是这样子烂烂软软的。我觉得它有点绿绿的，又有点茶色，所以呢，我给它叫做乌龙茶色。然后它非常的白，就是我觉得大家衣柜里可以增添一些不一定是要黑白奶茶的东西哦。弹性呢可以穿到两个妞妞，所以呢完全不用担心它大小的问题，它是不易变形的材质，我觉得材质很棒，所以才一直在直播推荐大家。长度超适合东方女生，150、160、170的女生通通都即可。来，有些粉丝她想要，有一点点的小腰身，完全可以。如果你买蓝色的人啊，我还蛮推荐你，就是直接这样搭牛仔，蓝配蓝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颜色。你要白的诉求，你就买蓝。你要什么都不想想，你就买黑。乌龙茶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如果你很勇于尝试的话，或是你很喜欢那个颜色，很大推。买黑色的人，你什么都不想想，什么都不想想，家里有的颜色的衣服、外套、鞋子、包包全部背在身上都不会觉得很奇怪，都不用动脑，就这样。